叶振元那边什么情况？从他们的谈话内容判断，密码箱是唐雨锦送来的，而且密码箱里的确有D6511的资料。这不可能啊！袭击你的人怎么可能是唐雨锦呢？为什么不可能？也许唐雨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唐雨锦最近都没有离开过上海，他怎么可能在火车车厢里呢？ 而且刚才那个人也不是唐雨锦，你又没有看见他，你怎么这么确定？我跟唐雨锦20几年的交情，我能认错人吗？那该怎么解释？密码箱怎么会跑到唐雨锦手里？而又是谁把密码箱送回去的？ 吃的点心，多注意休息啊！干什么呢你？不是我跟阿宝突然就……我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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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
唐，阿宝，
是不是很严重啊？没什么大病，很快就会好的啊。那我怎么住到隔离病房来了？行了，别多想了，我一定会把你治好的。 不能病太久，要不然就没人照顾你了。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快休息吧，我先出去了啊。 你找谁？我找东山社长，他不在，他回家了。告诉我，他住在哪里？不知道。我找东山社长，有紧急情况。来找东山社长的人都说有紧急情况，我看您还是明天再来吧。 怎么了，小虎？你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你告诉我，我找他算账去。唐玉锦，他疯了！他疯了！小姐，你看啊，扎宝不是病了吗？我好心好意去看他，哎，我还带了点心。可你猜唐玉锦怎么着？他生生把我从房间里给我推出来了。最可气的是，他还问我怕不怕死，这不废话吗？谁不怕死啊？ 他简直就是疯了！他，哎呀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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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疯了吧，反正平时他也没正常过。小姐，你听清了我说什么了吗？我说唐玉锦。唐玉锦？哎呀，行了，我听清楚了，唐玉锦。不对，小姐，你这不对啊！平时你只要听见唐玉锦这仨字儿，你那眼睛里都冒绿光了，今天一点反应怎么都没有啊？ 没有吗？很明显，很明显，我没觉得，我觉得挺正常的。这有什么不对吗？小姐，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？你放肆！我喜欢谁了？刘子刚啊。谁？刘子刚。你给我闭嘴！我现在就去找唐玉锦。 你看，喜欢就喜欢呗，急什么呀？小姐，等会儿我。阿锦。 脸色这么差，阿宝生病了，严重吗？不知道，我从来没进过那样的病菌，所有的药都没有用。怪不得你疯疯癫癫的呢。 阿宝是不是快死了？小虎，说什么呢？那阿宝现在什么情况啊？只能靠药物勉强在支撑。照这样的情形下去，活不过一个月。那这个病不会传染吧？可能会。啊？怎么传染？也许是接触，也许。
是空气传播。哦，空气传播。小伙，你别闹了。妈的。阿锦，还有别的什么办法能救阿宝吗？D651要不是普通的抗生素，如果它能研制成功，几乎可以治愈所有病菌带来的疾病。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有一个药商让我帮他研制最新的抗生素，可能这种抗生素会对阿宝的病情有效。那快去找他呀，我开车送你啊。小伙，人呢？请进。叶先生，您这是要走？他已经拒绝了我，D651的研制就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了。啊，十年了，我也累了，也该结束了。当然，我也很遗憾。叶先生，我们尊重你的意见，希望以后再有合作机会。一定会有机会的。这些资料送给你们了，算我的见面礼。谢谢叶先生。不客气。莎莎，我们走吧。Dad。I feel depressed. 啊，我们回家。叶先生，我们送你们去火车站吧。好啊。连，你现在几个同志到火车站，确保叶先生安全离开上海。好的，那我先过去。叶振元打算离开上海，他把D651的资料交给了地下党。这倒也好，省得咱们麻烦。姚站长说了，不能让叶振元离开上海。那人家要走，为什么还不让人家走啊？上级有指示，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D651的资料，哪怕只有未完成的研究资料，也不能让他落到地下党的手里。这还有完没完了？非要窝里斗不行。上级和姚站长的命令必须执行。好，我来执行这四任务。你妹妹也在，你下得了手吗？战场无父子，我知道轻重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站长说了，如果你感情用事，一定要阻止你。我怎么感情用事啊？你骗不了我，你是不会对你妹妹下手的。王美芳，我是你的上级。站长说了，如果有特殊情况，我可以越级行动。你胆子太大了。我只有对党国的忠心。好，你开枪试试。我对心怀异心的人从不手软。你在这儿跟我纠缠，你就不怕叶振元跑了？放心，我早在饭店门口安排了人手。你们不会打算在永平饭店动手吧？当然不会，我会找适当的时机下手。怎么打伏击战，还是你教我的。我警告你，不要伤害我妹妹。我不能跟你保证
子弹不长眼。把他绑起来。请。来。请问叶振元先生在吗？叶先生，他退房了呀。他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阿姐，你别着急了，去问问子言吧，他肯定知道叶振元在哪儿。啊。怎么了？我怎么听到刘子刚的声音？怎么可能呢？刘子刚怎么可能在这儿？不对，他一定在这儿。阿春。子刚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阿姐，子刚。必须提前动手，拦住他。是复兴社的人，我下去看看。你们别下车，我去跟他们谈。站长和刘队长他们怎么没来？到。黄梅花，你这是唱的哪出戏啊？丁伟汉，我可以放你走，但是叶振元必须留下。不会走，我要护送我的朋友安全离开上海。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抓人！别动！别以为你是地下党，我就不敢开枪了。叶振元是美国公民，你们这么对着他，会引起国际争端。我们怀疑他是间谍。证据呢？抓到人就有证据了。丁伟涵，我再说一遍，让开。王伟峰，只要我在，绝不允许你们把叶振元给抓走。暂时离不开上海。为什么？原因你不用问，只要他不离开上海，我就没有违背站长的指令。可是地下党杀死了我们的人，你亲眼看见的？没有，
你动动脑子好不好？地下党怎么知道你们会袭击他们？难道还事先安排了枪手在这儿？那是谁干的？追上来了。爸爸，他受伤了。啊，丁先生，丁先生，丁先生，老丁，丁先生，没事吧？老丁，丁先生，丁先生，老丁，丁先生，爸爸，这怎么办呢？拐弯停车，我去拦住他们。你们赶紧把他送医院。唐雨锦，怎么是你们啊？老丁呢？他在车上，他受伤了。老丁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啊！快，在前面。老丁，这边。老丁，你要坚持住啊！坚持住，老丁。阿锦，一定要救活他啊！宝宝生病了，我身边没有帮手，但是我会尽力。我是个护士，我跟你去吧。来，快！哦，阿宝得什么病啊？怎么了？他这是？阿宝得了怪病，他快死了。人呢？在那边。先生也是为了阿宝啊。唐玉锦找过我。对，阿锦说阿宝的病只能用你们那个什么抗生素D6511。对，只有那个才能治得好。The best doctor that I've ever seen。我还是比较习惯你说中文。是吗？那我以后只对你一个人说中文。你不是很讨厌我吗？我喜欢专注的男人，因为专注的男人最有魅力了，所以我已经不讨厌你了。
你得什么病啊？老丁的情况怎么样呢？阿宝的病情现在还不能确诊，所以我这儿可能不能收治其他的病人。老丁现在在旁边的病房，我已经帮他联系了上海最大的医院，那儿的条件要比这儿好。好，阿锦，听我声劝行吗？ 好好跟叶先生谈谈，赶紧把阿宝的病治好。啊，那我先送老丁转院，晚点过来看你。阿锦，我知道最近这些日子对你来说太艰难了，你一定要挺住。还有我呢。 你也是，你肩膀刚刚好，多注意休息。我没事儿，我担心的是你。只要你好，我就好。 刘子刚在吗？啊，他不在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子刚不会有事的，你可以在我这儿等他，他一会儿过来找我。我干嘛在这儿等他？我是替你关心他的。刘子刚呢？ 不缺乏男人的关心，他缺的是女人的关心。在个人感情方面呢，他不太开窍，所以呢，你还是要多敲打他。敲打我？对不起，我对他不感兴趣。没关系，慢慢相处，就会有兴趣。 刘子刚，你跟我说清楚，唐雨锦到永平饭店到底干什么？他去找刘子言。胡说！去找刘子言，干嘛要带着鲍满春？那是鲍满春缠着他。站长，叶振元想找唐雨锦完成第六五幺幺的研制，被唐雨锦拒绝了。叶振元原本打算离开上海，可是刘队长又说，他暂时不会走。嗯， 这么说，唐雨锦答应了叶正元继续搞研究。刘子刚，回答我的问题。不愿意说对吗？那么好，请你出去，我们复兴社不要墙头草。带他走，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。走吧。 站长，请你不要为难唐雨锦，毕竟他曾经帮过我。刘子刚，你的感情我能理解，但在党国的利益面前，个人的情感又放到一边去。党国的利益也是人民的利益，叶振元跟共产党合作，那是他的选择，我们无权干涉。胡说八道！你给我滚出去！站长，我只是想以正确的方式为党国效力。什么叫正确的方式？ 能达到目的的方式就是正确的方式，走吧。不想走是吗？你想留在复兴社？那么好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去把唐雨锦和资料带回来。唐雨锦是我的兄弟，我做不到。 我尊重你的选择，可是我怎么跟上峰交代呢？我只能把刘子言是共产党的消息公布于众。我妹妹的身份绝对不能公开。刘子刚、唐雨锦、刘子言，你只能保一个。
这些研究资料基本上都能用，成功的把握有多少？70%或者更多。只要有80%的把握，你一定要把研究进行下去，因为现在你是D6511最后的希望啊。为了配合你的研究，我给你带来了一样东西。我能打开吗？贝塔G92离心机。当年我要是有这台机器的话，我的毕业论文就是满分呐。你已经是海德堡医学院近20年来毕业论文得分最高的学生了。在医学上，我是个贪婪的人。什么时候开始研究？现在就开始。行，我马上付给你定金。不用了，我是为了救阿宝才答应你们的。我已经对不起我的老师了，更不应该收你们的钱。嗯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啊。爸爸，我想我要给妈妈打一个电话，告诉她我们还要在上海待一段时间。嗯，给她报个平安吧。OK。嗯，明白了，继续注意他们的动向。就这样。你和谁打电话？叶振元在美国的管家被我收买了，他说叶莎莎刚刚给他的母亲打过电话。哦，知道叶振元的去向了？叶振元在一家叫做同风堂的诊所里，他要和那里的医生合作研制D6511。又是唐于锦。唐于锦是那里的医生吗？此人才华出众，不但医术高明，而且枪法了得，是上海滩的新任枪王。医生还能做枪王？你可不要小看这个人，我们原以为他是黑衣，后来才知道他不是，但是黑衣救过他几次，他们之间一定认识。原来叶振元找了10几年的人就是这个唐于锦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冈仓君，你打算去哪里？去同风堂会一会这位白衣枪王。我找东山社长，请跟我来。哎，小姐，你怎么到现在了还不回家呀？哎呀，我这个懒得动，我累了，我在这歇会儿。累了？不会吧，你不会是在等什么人吧？啊，我等什么人啊？你别给我多嘴啊，要不然我把你关到阿宝的房间里，我让你一直陪着他。哎，别别别别，哎呀哎呀，你这么一说，我这身子又开始痒痒了。我不会真的被阿宝传染了吧？你呀，真的被传染了。你死了以后，我帮你烧很多很多的纸钱给你。小姐，我不能死啊！我要是死了，谁伺候你啊？哎呀，行了，闹着玩呢。你要真死了，我欺负谁去？也是。哎，雷子刚，带这么多人来，这是干什么呀？不该问的别问。什么态度啊你！不是你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不是，哎，
生，怎么了？唐雨锦，你要跟我回趟复兴社，这些资料我们要全部没收。喂，拿来！住手！放手！拿来！你放手！放开！住手！你们别碰这个！放开！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先闭嘴！听见没有？走开！有 bastard 呢！还给我，混蛋！还给我！听见没有？放手！放手！还给我！别动！疯了！放开！住手！你们别碰这个！哎，你们是什么人？干什么啊？爸爸，放开我！爸爸，爸爸，放开我！爸爸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别动，老实点！你们，放开！你们这些强盗！放开！中国还有没有法律？爸爸，干什么？放开我女儿！跟我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唐雨锦！唐雨锦，你不能跟他们走！放开我！快让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爸爸，爸爸。怎么可以这样？这，爸爸，莎莎，你赶紧给那个刘小姐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你醒醒！刘子刚，你要干什么呀你？跟你没关系。阿姐，阿姐，别动。他们是想把你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做实验。不喜欢做事的时候被人盯着，兄弟啊，这就由不得我了。走吧。小姐，咱们该怎么办啊？行，你在这看着，我去找刘子言。好。来，喝点水，老丁。子言，哎，你说，我的工作就暂时由你来接替了。可我还不是政治党员呢。没关系，同志们都很信任你，我也很信任你。你的能力没有问题。老丁啊，你想太多了，你这病啊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不过你放心，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，我和同志们一块完成。啊，对了，叶振元他们走了吗？阿锦答应跟叶振元合作了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要确保这件事情能够顺利的进行。嗯。刘子言，嗯，刘子言，你哥把阿锦抓走了。这么说，你同意和我们合作了？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要救阿宝，所以跟谁合作都一样。很好，你的选择很明智。那能不能把地理五幺幺的研究资料马上还给我？哎，子刚，把资料拿来。好，唐医生。实验设备已经准备好了，明天上午我们就送你去南京。梅峰，把唐雨锦和资料看住，不得有半点差错。是。哎，站长，看守唐雨锦的任务还是交给我吧。王美凤经验不足，我不太放心她。刘子刚。我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你，美凤，把他带走，在唐雨锦离开上海之前，不许他踏进这个大楼一步。是。队长，走吧。